始直播了啊！好的，今天上午呢讲了个一个那个，讲了一个昨天那个在那个参加美国独立日的游行啊那些感想啊，谈了两个，先谈了两个陷阱，谈两个陷阱，今天呢。下午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啊，我这个原来说的九个政治陷阱啊，把它讲清楚，是吧？这个讲清，这个一个是啊，这个是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为什么谈这个习近平主席呢，在香港参加25周年这个庆典大会上呢，谈这个一国两制呢？他的这个成功啊，在成功落实和澳门这个在成功啊，言下之意呢，后来习近平呢就在为2019年啊，元月2号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个5点意见，在做这个铺垫，也就是说呢，这个为这个台湾方案的。叫一国两制，也什么叫做一国？叫一国为先，然后就说两制，坚持一个中国两岸统一的前提下，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么一个，这个是求同存异，就是，然后那个，体谅台湾呢，过去呢，长期呢，在这个蒋介石这个统，这个中华民国这个统治下，这个叫中华民国台这个宪政的统治之下，那么形成这么一个两岸分治内战还没有尚未结束，在这个时候呢，就提到了这么一个一国两制的方案。这个邓小平是在1983年6月26号，邓小平接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立宇先生，阐述了这个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后来成为这个邓六点。我呢，今天就一个呢，就先用这个一点点时间啊，争取10分钟的时间讲这个邓六点，这个提出来的为什么是一个现。政治陷阱，在因为香港的成功呢，我们说呢，有一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香港是经过5年的这个落实，原来是中央不管，最后香港就发展成为一个港独、台独这个那个，然后资本主义插手，美国、英国、日本这些。分裂势力都来插手，这个是由失败到成功的，它是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香港的成功呢，大陆认为，李鹏当时说，香港可以成功，澳门可以成功，台湾就一定能成功，这个推理啊，我们叫做这个逻辑推理叫做形而上学的推理，这个鞋子这个鞋子穿上合不合适？中国大陆人知道，台湾人知道，对吧？你非得要这个削足适履，这个李鹏这个逻辑就缺乏这个政治眼光。当然了，邓小平也是按照这个思想逻辑在走的，在香港能够实践，我给你做出个样板来，我就让你台湾一定要走这个香港这个模式，然后提出香港模式怎么走。那么就提出六点，我给你更优惠的一些政策，适合你台湾这个更优惠，这是从大陆给台湾呢做的这么一个一国两制这个和平统一这个框框，就是说，这个如果香港回归能够成功，那么台湾呢应该也能够成功，这是这么一个这是一个推理的想法，但是呢。我认为从我在香港呢，就是
我是87年派到香港去，啊，做一国两制的实践，啊，其中一个在招商局，啊，发展公司第二贸易部，后来改分离出来，成立了一个达峰，叫 Top 那个 company， 叫就是，一个上就是为蛇口工业区服务的啊，香港事务服务的这么一个商贸服务公司。我在里面做这个具体的商贸服务工作，啊，那个接待啊，还有这个商务的一些联系，以及香港蛇口工业区啊各个直属部门在香港的一些业务啊，我们呢可以帮着代办一下。我就这么一个成为一个外派的人员，同时呢，啊，那个在深圳市那个台办的情况，他成立了一个深圳市台胞胎所联谊会的。那个我是那个这个会，我是第一家中外的台胞胎所联谊会的会长，但是这个深圳市台胞胎所联谊会成立的时候，我是这个深圳市台胞胎所联谊会驻香港的特派理事，就是可以兼职啊，做一些穿针引线的工作。当然我那个给我这么一个头衔呢，啊，那么就是给我一个工作上的方便，啊，这就我对一国两制香港方案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可以做一些探索和铺垫的工作，啊，提供一些情况的工作。那么我也按照这个事情，我也谈到了香港问题，哪些问题一国两制啊这个政策当中呢，这个马照跑舞照跳啊，这个逻辑当中名字街道名字一尘不改，法律什么都不动，就是接过来这么一个摊子啊，教育也不变，什么也不变，我就提出了一些问题啊。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出了我对一国两制这种不作为，就是不作为啊，无为而无不为这种，因为香港毕竟是那个很多大陆的这个啊外派干部了啊，每个单位的每个驻港部队，那都每个驻港的单位都有很多这个，一个叫做搞政治的，一个是搞安全的，一个是搞情报的，我们叫做安全部啊，安全部的一些手，嗯，那么我呢，作为那个台胞胎的联谊会呢，啊，我自己的，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那个尽到了我这个理事的责任啊，我把我这个写了一些报告，我们不是安全部的人，也不是什么也肩负什么，有什么政治使命、政治诉求的一个人。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人民与人民之间啊建立这个台湾人民和香港人民和大陆人民能够起到的一个穿针引线的这么一个桥梁的一个工作啊，这是我做的工作实践。在实践当中，我认为香港的一些一国两制的问题啊不作为，我是提出了一些教育啊，还有干嘛，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来讲，那你怎么能够啊让改变香，你是要搞一个同化的工作吗？就是海纳百川，你要香港人来理解和认识大陆，要让大陆人来理解和认识香港，啊，这个在一个一国啊，一国这个国家主权要逐渐的融合，文化也好，市场也好，也要互相包容啊，各自发挥优势，啊，这个就像纳斯博弈一样，因为你在就像一个大家庭啊，中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大家庭里面，啊，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不一样，对吧？香港问题和那个国情啊，就发展的像历史啊，还有背景、文化背景和新疆就完全不一样，和西藏也完全不一样，嗯。所以我们采取一国两制呢，就是归结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呢，啊，各种。就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定位是初衷是好的，初衷就是让大家有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呢就像那个这个军管呢，就像一个军政那个孙中山提出的那个宪政军政然后宪叫军政民那个训政宪政啊，这么三个阶段，那香港呢也要经过这么一个一国两制阶段，然后再走到逐渐走到国家的一国一制啊。那么
香港这么一个试点，看看行不行？25年了，现在行程比过了一半。按照这个咱们那个习近平主席的一个谈，就是这个感触感悟啊，就说香港问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啊，现在是比以前更繁荣啊，民主呢更民主啊，更有法治，有国安法了嘛。这个现在啊，还是香港人治理香港，所以啊，法治呢现在也逐渐的得到了一些啊，这个一些过去的一些外国的渗透的权力呢，也逐渐的收回来。那么这个是有个强大的背景在那，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驻港部队，还有这个广东这个部队，都就在后面严阵以待，这个就是背靠着国家这个国家这个政权，啊，所以香港呢能稳得住，啊，澳门也稳得住，啊，所以在广东的这个驻军呢，啊，这个起到一个定海神针的一个作用。就是维护这个一国两制，就必须有这么一个军队。台湾没有这个国家的军队，所以台湾能实行一国两制吗？台湾这种情况下，按照邓小平这个理论来讲啊，这个六条理论来讲，不具备香港的条件。所以说，我说邓小平提出这个六点啊，这个我就说第四个陷阱啊，邓小平高估了中国国民党的力量，邓小平也高估了台湾人民对国家这个认同感，他以为这个香港那样的问题。另外，邓小平也高估了，自己就做国家的一个影响力，就是没想到香港台湾问题的真正台湾问题掌握台湾那个台湾是一个依附在美国、日本，啊，这么一个两个双依附，没有想，邓小平呢就是没有想到日本那台在这个台湾问题上，台湾人民、台湾政权、台湾政党对美国的强烈的依附，啊，没有想到这个是邓小平的一个这个判断失误。实际上，才没有想到，台湾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主权内的问题。台湾问题如果是光是台湾主权的问题，中国人自己问题，那就不存在和美国和日本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简单的多了。但是实际上，情况是复杂的。而且随着这个时间二十五香港回归25年。邓小平提出这个已经是40年了，还有包括九二共识这种误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产生误判。所以说我说这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所以我们在香港问题上啊，一国两制获得了成功，但是在台湾问题上，一国两制正在走向失败。大家会觉得我这个观点有点反党、反中央、反习近平了，是不是？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道理啊。我们今天讲呢，就是说出这个道理来呢，啊，大家让大家感觉到这个是这么回事儿啊。如果按照香港的模式来一国两制呢来讲呢，这个一个是按照香港的模式，上策是啊，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台湾能够实行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但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在台湾的必要条件不具备，一个是解放军没有解放军驻军，这个是一个象征国家的主权的一个东西不具备，所以这个是一个陷阱。邓小平又提出不驻军啊，这个邓小平这个提出观点，第一个观点啊，不赞啊，他不赞成完全自治，但是啊，台湾提出高度自治，如果香港实行高度自治，台湾也实行啊，这高度自治行不行？不行。台湾的，因为台湾的社会背景是政党背景是反对共产党的，它的时代背景是反中反共啊，甚至是反对这个大陆这个体制的，
当然你这个体，他这个体制是敌我矛盾的，是不兼容于啊这个社会主义，不是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井匪之间的矛盾，是不共戴天的矛盾。啊，而这里呢，邓小平呢错误的估计了，就是没有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台湾在从国民党那个从蒋介石和这个从国内战争开始就是敌我矛盾。毛泽东有一篇文章就叫啊那个叫做讲革命进行到底。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啊同志那个仍需努力。这两个说的话，这个革命呢，一个是三民主义革命，一个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革命，这两个是有差距的。这个啊，邓小平来讲没有搞清楚，把这两个混为一谈，所以在这个社会分析啊，社会学社会分析啊，还有这个阶级斗争这个政治斗争这个观念上呢，是模糊这个阶级斗争，不搞意识形态，但是你。这个是客观存在，你搞不搞现在都是战争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你要提出啊，一味的来追求和平，这个叫做不切实际啊，这个叫做宋襄公的宋襄公的那个儒家思想和平主义，你一个以德报怨，以直报德报怨，这个用你推出了习近平。邓小平提出的这个会台政策也好，或者习近平的那个提出的会台政策，还有国共和谈这个政策来讲，你想的这个同床异梦和那个台湾想的完全不一样。虽然台湾现在不具备有反攻大陆的能力，但是从社会学、经济学、经济上啊，反攻大陆的能力是有的啊。另外从情报上反攻大陆的能力也是有的，另外收集的这些情报是为美国是为敌对势力是服务啊，这个敌我关系这个矛盾是有的啊，所以香港如果是一个情报中心啊，世界情报中心一个反华的一个前沿阵地的话，那台湾更是一个台湾更是一个情报收集中心，所以因为包括你军事调动啊、卫星监测啊、雷达测算，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最大最前沿的一个观察哨。而在这个眼皮底子下，包括我们东沙也好、金门也好，还有的这些都是这个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实际上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问题。不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根本和中国人之间就是窝里斗的问题，所以过去是窝里斗，现在还是窝里斗啊，所以是不共戴天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矛盾好像就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样啊，对吧？在这个问题上呢，只要你去搞这个啊，分成两家，你一分家，你一国两制就分家了嘛，一分为二了嘛，你一这样分家，就变成了乌克兰。台湾就变成这个准国家级准的国家级的，就是主权，就像主权让渡，高度自治就是主权让渡。特别你要再加了一个，如果加上香港这个港人治港、台湾人治理台湾，这个思想就更坏了，这更大一个陷阱。因为台湾人现在的台湾人呢，是接受的是第一个是接受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第二个问题，台湾现在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国家。第三个问题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第四个那么现在来讲呢台湾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价值观不同第五个就是说坑蒙拐拐骗，在商业上我要得到利益但是我不允许这个大陆人到台湾来经商，这个不平等。这个本来就是这么一个歧视的政策，而我们把这种歧视然后就叫委曲求全大家呢准备用这种10年100年这么时间来消磨这个融化这个台湾，这个叫做黄粱美梦，一盏黄粱又现，这就是
毛泽东说那个农夫与蛇的这个关系，这邓小平呢就是这个农夫啊。我们这种意识啊，就指望这个台独也好，独台也好啊，这个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在反共反华啊，跟大陆分不到洋标，另立一个国家这个问题上是根本一致的。所以一国两制呢，在这里就是从香港的成功到台湾的失败，就是现在80%的台湾人不接受一国两制，也就是这个道理啊。本身来讲，它是一个抵触的情绪，这个就叫做一国两制呢，实际上是啊走到了另外，它本来就是一个双刃剑。我们在这个啊共产党那个在这方面的认识的程度上呢，又是一个定位呢，把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定位呢，又定位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省。这个要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首先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承给台湾中华民国要有一个合理合法的合情合法的一个交代。你就是我就强一再的就在强调同心同国，我是在1998年正式给党中央东南海江泽民提出这个同心同国的概念。同心是人民主权，就是全中国人民主权的统一，就是各个民族啊，一个是香港人不能成为香港人，是不能成为香港人的香港，要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香港，这叫同心。两人同心，其利断金，对吧？那么十四亿人想要同心，这个是求同存异，要求同存异。那么就是至少来讲，国家这个概念要一国。这一国来讲呢，香港不存在中华民国的问题啊，这只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在台湾不一样，台湾的问题性质变了，台湾有一个是实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啊，所以台湾的人民的这个主权呢，是中华民国的全体国民的主权。这个概念本身的人物来讲是一样的，但是在理解上认知上是不一样的啊。大陆人民至少来讲，到现在为止99.9%的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华民国啊大陆人啊，认为中华民国已经亡了，这里与事实不存在，事实联合国宪章的这个事实不存在。因为联合国宪章现在是叫 T2 这个结构当中，它是最高层的一层结构，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政府这个层呢是第二层结构，但是这个各地就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在中国大陆这一段来讲呢，大陆已经认为啊中华民国不存在了啊，亡国了啊。这个亡国论来讲呢，这是大陆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包括理论界也好，这个法律界也好，大家都不认为这个是个旧政权，已经在一去不复返了啊。但是宪法82宪法还讲得很清楚，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创立了推翻了满清的那个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他的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既然没有完成啊，那么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又是一个概念的判断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的延续，在法律上这个概念的混淆啊，就混淆一个概念，就是说啊，我们今天上午就说了这个概念，由于概念的混淆判断就引起了判断的错误啊。这个叫什么呢？你那个概念，因为概念的混淆在这里哈。然后呢，概念不大啊，概念不大也好啊，定义错误啊，这个就把这个叫做就国家的概念混淆了。国家的概念，大陆认为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解释的好啊，毛泽东那个解释呢，但是没有被忽略了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忽略了。毛泽东新民主义论是讲的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啊，叫新民主主义的中华民国啊，也叫做这个叫做寻名择实的中华民国，但是没有
我们没有强没有讲跟大陆在这个在政治教育也好，这个政治运动当中没有讲，从来没有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寻名择实的啊，中华民国从来也没有去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啊，所以现在变成中华民国是名不正言不顺，啊，中华民国在台湾是名不正言不顺，那么就这个，所以呢，心不服，台湾那个心不服，然后就事不成，所以一国两制在香港，在香港成功，但是台湾必定是失败的。所以你用和平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不可能。你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在一国两制两岸谈判当中得不到，就是中国的，我们从1992年到现在提出一个啊九二共识这个概念是一个啊当时承认当时那个当时的李登辉还搞了一个啊这个国统纲领，还从一个国统委员会还承认了这么一个机构，但是那个时候是啊昙花一现，马上就是啊因为感觉到这个东西不对劲啊，就是这两岸谈不拢，在这个立场上谈不拢，在这个主权上谈不拢，而我们硬要把这个东西啊谈不拢的东西，或者是昙花一现的东西，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一个共识的东西，法律的东西，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刻舟求剑啊，守株待兔，还以为还能再碰见一个汪波会谈，再搞一个汪波会谈啊，再碰见一个啊，希望这个马英九能够按照他马英九的出身能够改变这个啊，一种各表啊，各表就是两个表，各表就各自表述一个国家嘛，啊，这个观点实际上这个问题根本上没有达成共识。朱立伦说的没有共识的共识也不错，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东西抹回来也没有必要。你首先你这个你朱立伦这个层次是政府以下的层次的。我们说第二个层次是政府之间的层次，政府之间的层次是国家层次。第一个是联合国这个大家庭的层次，这个联合国我们说一个系统一个世界一个秩序一个规矩一套规矩，这是指的联合国。第二个是国家与国家啊，国家与国家的话就叫外交关系，外交关系是美国日本啊这样的国家有享有国家主权之间的一个谈的一个这个问题。啊，台湾问题是中国的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啊，这个按照2758号决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台湾这个主权的问题，所以跟美国的关系啊，就是一个中国在台湾要实现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的统这个完整的问题，所以不是和啊，你跟这个下面的政党跟国民党来谈这个问题，选错对象了。你叫君子和小人去谈这个各自，对吧？各自有各自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啊，谈论的方法、出发点的立场不一样。他立场，国民党立场，中华民国是个国家，那么民进党的中华民国台湾是个国家，他把这个国民党是全程否定大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那么国民党是否定中国大陆的说中国大陆和中国的。中华民国台湾没有关系，中华民国是一个另立的一个国家，是1970年迁到台湾以后的另立的一个国家。哎，大家现在就可立了，这叫概念。你判断问题，因为我们判断失误，所以我们一国两制的政策失误，这个因为里面有陷阱，我们经过实践知道了这个问题的这个积累啊，这是由量变到质变。我呢，我不是说我这个问题1998年我每个月有一篇文章，每个月一篇到两篇文章给这个中央啊汇报这个情况，但是中央不采纳，就是我作为一个少这里虽然是啊，因为我是最关心这个台湾问题了和国家统一问题了，这个是我一生所追求的事情。26岁我因为这个事情没有15岁的时候，我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入团，或者没这个在入团在上面受到了巨大的阻力。还有这个1966年，我因为这个问题呢，我说这个不好，就把我打成反革命这个学生，右派学生，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共产阶级专政的学生，班长下乡劳改的。因为这个问题，我18岁这个申请入党，我这个然后呢，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嘛，
啊，重在表现嘛。所以我在农村的生产队标兵，还有是公社的红旗手，还有这个科学试验种田的试验员等等吧。一些我在工厂里也是红旗手班长，然后是作为这个啊，然后1974年培养了我入党对象，这个问题我就逼急了。我因为我这个因为台湾出征问题，使我不能够，使我感觉到自己呢心身不由己。我再怎么表现改变，就像我是个如果是个黑人的，我改变我自改变不了自己的这个烙印呐、啊，黑屁股的烙印，我改变不了我的出身这个烙印呐、啊。就你一直贯彻这个阶级有阶级阶级有成分论不为成分论重在表现，我改变不了我的命运。可是你又不认，你认为台湾人都是有问题的人，对不对？我们从台湾来的这些那个起义人员也好，这孩子，我们是第二代的，是孩子，对吧？但是我是台湾出生的，就带了一个台湾的烙印，所以我们是。是最敏感的了，就说这种哈，我们就是最对台湾国家的政策，解放台湾一定要解放台湾和那什么，只有解放台湾啊，实现国家统一，我们才能就是孙中山统一，我们才能啊才能那个什么那个享福，不统一我们就会遭殃，我们就会因这个台湾问题受到种种的牵连和怀疑质疑，当然也是也就包括我现在。都会质疑我现在是不是对啊中国人民啊对中国共产党有是不是忠心，表示忠心。但我认为我只要我做得对，潜能无用。后来这个叫委曲求全，这是我父亲14岁跟我讲的话，我现在还记得。我父亲给我还最后这个给我这个在他退休以后跟我说呢，务实自重，切勿从政。我确实是。听了我父亲的话，我不想从政，啊，我即使是台湾出生的，因为这个政治啊，啊，中国这个政治啊，啊，非此即彼，他会用这种红色摇篮、红二代、红什么代，然后把我给，啊，一个像我父亲一样打入一种另类。我父亲，我就说了，是一个是建国时期这个建设新中国，实体经济啊，重工业经济的无名英雄，啊，所以但是后来受到这个排挤打击，我们成了西南第一号特衔。经过了这个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以后，邓小平上来，直到江泽民上来啊，我父亲被启用啊，在这个到第一机械工业部里面去做。就是做那个质量管理顾问、生产顾问、标准化啊等等一系列，他的笔记我今天看起来，那个时候的笔记啊，做的非常小。他做的笔，我父亲有个习惯，他把一些自己的东西没用的东西都烧掉，但是他把一些同学，他的老同学，包括啊那个陆军那个坦克学校那个一些同学的一些来信，还有一些。亲朋的来信还保留着，把我小时候那个日记也保留着。我父亲是个很有心的人，很像一个做特工的特务工作的人，啊，这个所以呢，其他的东西他都会销毁了，啊，因为他怕政治上啊有哪句话说的不对劲，不符合哪一个时代的某一个政策，啊，所以他是非常敏感的，在这里就叫他是自己。委曲求全，潜龙勿用，勿用就是重在表现，就勿用，潜龙勿用是什么？它不是不用，这个勿用是啊，为了不用而用，啊，为了证明自己啊，这个什么能够有用而时刻准备的，啊，一旦有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我的一套的东西。确实，我父亲在后来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当中能够活下来，为什么能够在啊第三代那个领导集体能够到中央去啊那个协助中央去搞这个企业管理的工作，就是我父亲，他实际上是啊这他说我这个八个字两个阶段八个字，实际上是他在做的这个事情。我现在体会了，我父亲跟我说委曲求全，他自己本身。那个时代，那时候反右的时候，
困难时间吧，61年、62年，他自己就是委曲求全。另外一个潜龙勿用，他自己就是潜龙勿用，就是他自己的人，这个他自己不，他宁肯自己不做什么，你组织上安排我做什么，我把这个工作就看成我自己的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一定要做好，而且你给我的工作我一定要做好它，比别人还要好。这就我父亲为，就是说啊，为可为之事啊，这个叫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但是是为的听。因为这个时候他很敏感啊，我们都很敏感，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嘛，所以我们这个之内又颁了一个台湾来的特务嫌疑这么一个帽子，所以你的表现也好，干什么叫夹着尾巴。我认为我父亲是夹着尾巴一生，这个好好不好？好嘛，是吧？对自己就免得自己的那个你趾高气扬，你那个，然后你那个猥琐，那个随便说话，那你这政治上来讲，那你在这种政治环，文化大革命这种在大民主、大自贸、大辩论这种环境下，就会变成一个，就很难，很快就成为对立面，就会很快自己生命的保不住了。这多少人的牺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为了苟全于生命于这个世界。我父亲呢，不得不这么做，也应该这么做啊，夹着尾巴啊。那么他后来在这个从一级部下来，他参加了这个自工党，自工党就是原来罗斯福曾经在那里做过法律顾问，这个中就是那个自工党，就是美国那个自工党，就是四通什么啊，那个做大佬那个。就是因为斯图说中华民国啊不能再启用中华民国的名称，所以毛泽东才改了国号啊，这个就是这个时候就建国的时候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就是斯图在那里啊起到这么一个否定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完全否定中华民国政治的一个态度。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是联合国管这个国家主权这个关系啊，他的主导单位不是这个权利，国家的这个主权不是人民授予的，而是国家与国家这个全体各世界各个国家主权国家所开会所决定的。这里有安理会，是要通过安理会，你一个新的国家新成员要通过安理会这个程序，而不这叫安理会是联合国的最高程序啊，那么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的普通程序。就是一般会员都参加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上，这个、广泛的程序上，那么同意了1758决议。1758决议的开头明中就是回顾这个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承认第二个承认回顾原则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这是23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上写的嘛。可是我们这个潜台词、潜规则没有把它重视起来，我们就从这个现象上看，从字面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是安理会的一个成员国，但是没想到这个成员国就是中华民国这个位置，你没有其他的位置吗？就像苏联、俄罗斯的时候，就拿的是俄罗斯那个位置吗？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概念上啊，我们这个概念上误用概念，自己呢又把自己呢从这个概念当中呢这个给它脱离出来。脱离出来是自己不是中华民国，但是你不是中华民国，你要去占领这个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土地，那你就好像名不正言不顺了。所以我们必须今天我们即使香港回归25年，我们要站在更广开阔的一个土地这个角度上去看待中华民国的存在问题啊，它这个客观存在，存在在联合国，也存在在台湾，也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带着中华民国的基因来啊建立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们否定，完全否定中华民国的结果是否定了我们自己。对于邓小平来说，在这一点上来讲，就是犯了一个农夫与蛇的一个错误啊。你既然这个啊分裂主义是牛鬼蛇神，那个牛鬼那边是这个那个
那个国民党反动这个势力叫做牛鬼，一个蛇神，你就要分清自己的立场是什么，你自己的立场应该清醒一点啊。我们说的这些话是按照法律，你的判断就是共产党对中华民国的判断失误啊，所以说一国两制在台湾呢是失败的。我们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是失败的，核心的问题没有达到啊。六以前邓小，我这个是20年前给邓小平写的信，一个封面啊，一个上面有个邓小平的头像，是给邓小平这个一个头像。而正是因为这么多年的积累，我是潜能无用，我是沉下心来我在做调查，我也跟这个调查不是单方面的，我就在闭门造车。因为从1998年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我就给这个台湾在香港的一个杂志社叫展望杂志社投了一个稿，叫新民主义统一中国，促进中国的统一。那个在三合一选举的时候，我说，因为呢，共产党呢，新民主主义时代说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嘛，那个时候叫新民主主义，而我叫新民主义。新民主义呢，我有三个内容啊。这个新民主义呢，包括了就是与时俱进的三民主义，叫做民和主义啊，民心主义。新呢就做新民。这个中华民国虽然是旧邦，但是要其命为新啊。和呢？叫民和主义，我们不要搞只有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崛起，我们不要只提中华民族，这个觉得自己和在世界大家庭全球化这个背景下，我们要提啊民和啊，世界不但是中华各民族的融合，而且要和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融合。美国就是这么一个吸收各个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个大各个国家民族的不分肤色的一个大融合，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该开放一切。那个孙中山说了一句话啊，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啊，实现中华民族的啊融合。我们所以不要谈民族，单纯的民族主义，但是民族主义就台湾就发展成为民粹主义，乌克兰就发展成为纳粹主义。就是要叫台湾排斥俄罗斯，就是台湾就排斥大陆人啊，所以这种呢就走到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呢，只有自己啊，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敌人，就是树立了打击面啊，包括一切啊日本人、一切美国人都是啊，都是这个存心不良的，这个就是。这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民粹主义，啊，说的再严重点就是纳粹主义，啊，而这个人以这个物以类分，人以群分，而正是这些这个弱点呢，啊，过去这个封建社会这个弱点呢，就把这个局限性呢，就把这个家族问题啊，然后族群问题啊，地方问题啊，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窝里斗的现象，各就突出各地方的利益啊，突出台湾的利益，突出香港的利益，突出然后就争取这个香港的，然后就无限扩大，夜郎自大，最后就搞成这个矛盾。你给这个香港这个一个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那新疆人要新疆人治港，那你社会主义不就乱了吗？你这个新民主义不就名存实亡了吗？所以我们在制定香港政策的时候，考虑没考虑到国家的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地区，其他的人类呢？你考虑给香港这个特点，你考虑没考虑大陆学生啊？他能不能产生这样同样的待遇呢？所以呢，啊，我们觉得这个啊，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制定政策的这个质量不高，有很多的缺陷和漏洞啊。这个我们就说这是一国两制在台湾啊，这个停滞不前啊，然后这个问题。但是现在问题又转机又来了，因为美国的经济衰退，他已经认识到这个台湾问题，大陆是一定要解决的啊。
这个从这个香格里拉会议那个提出这个台湾问题啊，不容考虑啊，大家这个确实的不惜一战，不计代价，不二选择啊，打到底，就是打得一拳开啊，这个免得摆拳来，敢战才能够止战。所以，但是来讲呢，我们认为呢，提出而且又提出了啊，非战争那个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个都是为台湾做解放台湾做准备的，这个是已经有准备。但是从本质上来讲，习近平和这个什么来讲啊，这个制定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没有变，还是认为还是要和平统一。但是和平统一的方法又不对，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在你的概念上头就不对，没有找准，认知没有找准。到现在为止啊，我们提出这个建议呢，还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见，还不是共产党自我反省能够自己能够认识到自己错误的地方。按照习近平来讲，我们没有错，我们就是要实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表面上来讲就是顽抗到底，这个叫做飞龙在天，抗龙有悔。抗龙有悔什么？我们看到了在香港问题，这个可以行得通。然后我们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军在那里有驻军了，台湾没有驻军了。你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你在和平统一的过程中你是得不到的。这俄罗斯比我们清楚的多，所以我说俄罗斯今天是一个爱憎分明、一直坚强的战斗民族。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委曲求全、自强不息的一个大和民族。再说的不好听点的话，就是很多的是很多的就一些保守思想，就是认为只有自己能够。能够完成这个使命，而那特别是这个党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只有人民才是啊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而我们在这里往往是看不到这一点啊，因为只看到自己的政府，自己你当你自己关起门来看着香港，看着澳门，看着中国大陆，就像香港啊，这个叫做井底之蛙。因为我们在这个制度上头啊，还存在着一些漏洞，还存在一些陷阱，就给自己啊，你为什么自己不以身作则啊？这个连任制就是一个大家对你一个考验的关口。这个时间呢，一切都是时间最重要。我们说时间就是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生命。时间你两届时间你没有完成，那么你就车到码头船到岸，你就应该让别人来做。你不做，你就是一个主力，你的意思就是非得要按照你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来做，这个问题没有你下一届，你下邓小平就要求江泽民按照邓小平的和平这个理论来做，那么又要求胡锦涛，要求胡锦涛是什么要求？只有邓小平理论能够和那个能够解决，没有其他理论，让你胡锦涛。服从这个江泽民啊和这个路线，那么胡锦涛没有提出来。胡锦涛这个人是比较内向守成的一个人啊，他就把习近平推出来了。习近平呢也是习非成事，习而不察。习非成事，把这个约定俗成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另外一个新国家，这个叫约定俗成。约定俗成就叫习非成事，把一个错误的东西、一个概念模糊的东西当成一个完整的正确的东西。来做，这就是我们党犯的一个错误，这叫形而上学错误，叫非此即彼的错误。我们应该就承认，把这个辩证关系搞清楚，不是一词一笔，这个对立统一的关系没有搞清楚，啊，我们否定一下子全部否定，啊，一个肯定自己就全部肯定，啊，这个呢就叫形而上学，啊。我们今天呢，已经讲了这么又讲了这个第二课。第三就是邓小平这个陷阱。邓小平这个六条呢啊，大陆不派人去台湾，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系统都由台湾人自己来管，陷阱。大家今天想一想，邓小平这些话是不是个陷阱，符不符合事实？让台湾人自己来管，台湾能够这个心向祖国吗？啊，是不是一个陷？这个邓小平呢，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是不现实。三民主义为什么不现实呢？你把三民主义变成啊民和主义、民心主义、民利主义，这是人民的，你人民中华民国就是要相信人民嘛，就是要讲三民主义嘛，而不是讲民粹主义，也不是讲那个单纯中华民国事情在台湾事情的民生主义，也不是讲那个现在像那个蔡英文实行的这种自由造谣成这瞒天过海这个坑蒙拐骗这种自由这个民权，不能搞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把它改正过来。你的改正的过程，你就提出新的三民主义嘛，这个才叫做革命嘛，革命就要提出新的一个创新的思想。中国人呢，就是在创新的问题上啊是不够的，因为上面叫做为书为上，啊，这个世界统一的方式是国共平等谈判，然后执行第三次合作，这个对象又搞错了。我们现在讲国共合作能够解决台湾统一问题吗？啊，所以邓小平的第七，这是第几条？还有。统一后，台湾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和实行不同制，这个都是后办。台湾拥有立法权、司法权，终审权，不到北京，最后就出现香港这样的港独问题，最后能行吗？你首先要有一个制定一个法律，一个中央制定一个宪法。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属于台湾，中国要派人到台湾去的，啊。一定要腾笼换鸟，要渗透到这里去。您肯把那个，这个台湾这个腾笼换鸟，他们愿意到美国去也好，到日本去也好，到世界各地都去好，台湾就是留岛不留人都可以，啊，你要台湾本来就是四世大移民，现在第五次，原来那个后来蒋介石那个叫第五次要移民，我们现在第六次移民，台湾本来就是移民社会，你为什么？共产党啊，有这么多的农民工进城，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移民，每年都有移民。你在这个台湾问题上，你不移民不行啊，要腾笼换血，要换血呀、啊！你敌人，你这反共反那个这个反共基地反特务基地，你在这里的，你不像台湾那样的，像香港这么猫儿盖屎这样搞，不行的，一定要一国一制。所以邓小平的理论呢，我说了。每一条理论都是值得研究，打个问号的快速，这是一个邓小平本身这个理论已经造成了六条，邓六条就是六条陷阱，六条紧箍咒，就唐僧啊，就给孙悟空啊制造了六条紧箍咒，而这紧箍咒来讲，每一个紧箍咒都是陷阱，啊，所以我的第三个，这是第三大陷阱，我还没有把它，这因为有，我得讲了，对吧？然后呢，歼八点的时候也有陷阱，歼八点的陷阱。五五条的陷阱，啊，五五条在哪些地方的陷阱呢？这有时候不作为了，这个美中合作的时候不敢作为了，啊，然后第七个习近平呢，叫习而不查，就不查，查不到这个，啊，那个查不到，没有检讨反省，仁者如此，没有反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个错误，一直到现在为止，还坚持啊香港的一国两制啊，那么就是台湾的。将来香港行得通，台湾一定行得通。这个逻辑思想，这个逻辑推理，啊，这个以此及彼啊，以义求人这种想法做法，必定会失败的。这个问题我们，然后叫习非成事，台湾内政就是没有抓到这个习非成事，没有抓到这个本质。台湾问题的本质是美国问题，就解决台湾问题的台湾跟我是国家与国家的主权的一个。尊重的问题，就尊重台湾是中国领土主权的和那个国家主权完整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这个决定这个台湾统一的时间表，不是由美国来决定的，而是中国政府应该决定的，是你习近平的二十大之前要决定的。你不能决定，那么对不起，制度在这里，你二十大决定不了，那你二十大以后不能连任，换了其他人。我们不希望换，我们希望在二十大之前能够解决。现在一百多天，每一天都是解决这个台湾问题的最佳时间。我们不要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不要有这种啊！习近平你是搞经济工作的，搞过经济工作吗？啊，你管过企业，搞过农村吗？中国农民意识呢，就是啊，今日拖明日，明日拖后日。
明日何其多啊！啊，然后所以，然后国台办就一个，我们是有耐心的。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九二共识，我们是有耐心的。你没有去检查你的错误，你是光是检查我们是有耐心这个不能，以德报怨，以德冤报德，你这种委曲求全、自强不息，我只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这我父亲要求我是这么做的，我相信国家主席也是这么要求军队自强不息。只要主席能打仗，打胜仗啊，刀出起来，来之能胜。但是你现在是光喊不练，那就是嘴炮，就是纸上谈兵。你现在不能付诸行动，因为你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你是得不到的。这个普京啊，比习近平要头脑要清醒。但是习近平也不认为自己是错误啊，因为我是以德报怨呢、啊，啊，所以这种文化观、文化基因呢、啊，就决定了中国这个，那么到现在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中庸之道呢，就中庸的，所以美国也不用担心中国也想要去称霸，中国也不愿意去称霸。中国就是这个以德，就自古以来就是希望能够自己这个民族就自强不息。然后我们说，台湾的治理方案，这个我就然后就一切一切时间是最重要的。习近平同志，你要听得懂我这句话。时间对于你来说还有一百多天，这一百多天，按照我说，如果要是那个改革开放，如果老板给我一个指定一个任务，我给我这个一百天，我一百天内一定能够完成解放台湾的这个任务，啊，统一这个国家统一的任务，因为我现在没有权利我说这话，但是我有一套方法，包括啊中美联合这个梯度方案，我包括我啊通过这个使者，通过这个。谁呀、啊？通过基辛格，今天的基辛格就是奥巴马，就是米歇尔啊。通过他们能够，他们能够卡住拜登的脖子，因为在奥巴马时期，拜登是副总统，所以奥巴马说一句话，一句顶习近平一万句。所以我们抓住这么一个，抓住这么一个核心人物，抓住那个现在基辛格，我们要利用他。尽管奥巴马说了一些。说了一些这个竞争的话或者干什么，哪一个人没有错误啊？但是我们要抓住他这一点，他知道台湾问题是中国的一个核心问题，啊，台湾问题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个啊核心，不可以谈判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抓住这个奥巴马有这么一个特点，就给赋予尊重他有这么一个使命啊，让他成就奥巴马的一个这么一个角色。我们甚至会隆重的呢，允许在啊奥巴马在中国呢办一些学校啊，包括拜登啊办一些跟在四川大学和四川大学联办一些学校。啊，我呢希望呢奥巴马在西安办一所学校，跟西北大学办一所学校，啊，这是我的一个 idea， 这叫愚公移山。我既然我大海能够用一百天能够完成解放台湾的问题，我相信人民解放军也有这个事情。也有这个动量，也有这个能量，也有这个情报，也有这个积累，可是习近平没有这个胆量。虽然说是敢战才能止敢战才能止战，但是你恰恰就最好，你是敢想不敢做，这叫潜龙勿用，你是不啊是在那时刻准备的，但是不敢用，因为你没有找的一个方法，其实要解放台湾有个三个方法。围而不打嘛，这是第一种选择嘛。我断水断粮，这知道是那逼他投降，这叫逼战、逼和、逼降，这个叫逼呀、啊。逼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靠谁来逼？光靠你大陆还不行，还要连通美国、日，包括日本。日本不一定听话，但是美国一个美国就够了。美国我们就通过奥巴马来做这个事情。就是四两拨千斤嘛，擒贼要擒王嘛，啊，为什么擒众啊？啊，叫欲擒故纵。我现在把台湾这些搞台独搞的呢，都把他送出去，啊，为人区域我不伤害他，全军为他。你留着这个东西，你到美国来检讨你这个啊，这个搞分裂是不是对？你到美国来能不能搞分裂，对吧？另外，美国也现在正需要台积电这样的生产力。你如果台湾现在。中国大陆现在世界不同，最担心的就是什么？美国最担心的是半导体的技术能够流到美国去，流到中国大陆去。
你把他的担心给他去掉，你说台积电和台湾的人，我给你一段时间让你们搬啊，让你们走，一个月限期十天三十天啊，一起走，就给他一定的时间让他有个余地，就像那个马里乌贝尔让他投降，要逼他一个月80天，我给你100天行吧，啊，你投降的100，然后在二十大之后我就讨论我台湾怎么治理的问题，我当然不能只靠台湾人来治理了，台湾那些清理这个阶级队伍，清理这个台湾人爱国者治港，就要把这些不爱国的人、卖国贼、搞分裂的人给他驱逐。联合国这个驱逐两个字，驱逐蒋介石的代表，我们就在台湾这个土地上驱逐出去，就实现在国家内是啊，那个是爱国者，就爱国者呢在留在台湾，然后不够呢从福建、从广东、从其他的各个地方，从人民解放军的家属当中带过去，这是人员的保证啊。另外呢，这个路线是决定一切的。你现在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路线错误，我们不说你香港问题，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路线错误，应该是同心同国，啊，过海驻军，立心求真，就叫三民主义了。立心求真的三民主义：民和主义、民心主义、民利主义，啊，树立这爱国者的全中国人民的意识，而不是台湾人治理台湾人民的意识。而这个概念是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头脑里的这个人民主权和国家主权的统一的对立统一的问题，啊，所以路线是决定一切的。你现在，习近平你现在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守成，就现在我国内的矛盾啊，经济问题的最严重，一些那个防疫问题啊，大家封城问题，大家都对我有意见，我现在不稳，我首先维稳啊，然后保住我这个政权。你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你把这些台湾问题解决了，不要管能不能进入二十大的事情。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解放台湾的做这个服务的。你要全心全意，不要想到这里的保留着我自己的，要继续连任国家主席和那个军委主席，啊，即使有党的有国家这个政治，即使没有你，国家也能制定出来一个新的就国家统一以后的这个啊，中国新宪法，就更改过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把中华民国这个东西历史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个继续写下去。新中国就是寻名择实的新中国，叫定名指征。定名指征是国际上的争论，而不是国内的争论，是国家与国家的争论。就我们就是新的中华民国，我们中华民国为什么不能在？解决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这个问题，台湾这些人一小撮人就是要搞分裂，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他驱逐出去？我们这样子把他请出去，不是像现在俄罗斯是把他打出去。我们希望啊，你要逼着我把你打出去，那我们也不怕，对吧？这个时候就不怕打乱贪官，包括战争一旦导火起来，这个时候用这个先用围而不打，然后再第二个呢？叫做什么呢？啊，叫做政治这个国际公势。我们不怕这国际化，就是中美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是纲举目张，这就是中美是核心问题。要去以后，台湾没有这个根儿，他就逼着这些台湾这些扶贫，民进党、国民党这些，我们是亲美的，我们这些人 ，we are king，we are back，we are，we are Taiwanese American， 这个都可以。只要你把台湾这个土地清除出来，昨天这个就是我昨天看到台湾这个啊，这个排名在中国大陆这个之前，在台湾游行，法轮功在这个台湾这个在之前，因为法轮功啊，在这个报纸啊，在什么搞的这个搞的啊，所以你要有这个概念啊，要把美国的事情啊，美国发生的事情也当成自己的事情。这个叫剃兔，你要想美国人在想什么，他在担心什么，他在担心啊，他已经现在所做出的一切都知道，台积电不能落到半导体这个先进的制程工业不能落到大陆的人的手里，不同的人，他不担心啊，他宁可把它砸坏，他已经肯定台
中国大陆一定要收复台湾。什么时候收复？他说2007年，错了，2007年，2027年太晚了，就现在2022年，啊，10月之前啊就要解决。我们多少是，这是那个这个基辛格叫那个基辛格和尼克松说的好，我们现在就是到了现啊，只争朝夕的这个时刻了。那个基辛格在那个欢迎那个酒会上啊就讲。这个子孙高兴的这个，我希望习近平能够听得到这句话，重温一下基辛格的和那个尼克松访华的一个历史。我们现在包括那个拜登总统，包括那个奥巴马，都认为现在中美关系到了子孙高兴的这一步，因为他11月选举，11月这个问题中期选举整个大败的话，他就没有明天了，他明天就是一个走下坡路的明天。你为什么不去成就特朗普的一个啊好一个特朗不是特朗普，就承认拜登这个他的正确的一面、光明的一面、他正能量的一面呢？因为他是不一无一就是正能量，你要成就他的正能量，你就应该去做的啊，顺应他这个正能量去做这个事情。中国和美国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这叫上兵伐谋。伐交，其次伐交，跟台湾问题是这个用兵啊，其次其下用兵啊，攻城那个是攻城略地，那是其下。你不能因为其下，你把你的其上你的重要的目的改主要矛盾给主要矛盾的那个，你真的不懂这个矛你我相信你比我这个学矛盾论时间论学得好嘛？你主要矛盾就是解决台湾问题嘛？不是问主要的敌人，主要的 no how no key， 主要障碍就是在美国嘛。主要现在决定美国现在有权的是拜登和啊这个影子政府，就是奥巴马嘛。你为什么不把这两个人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成就他们啊，就成就美国啊，这个中期选举就成就了中国的解放台湾。我今天呢就讲到这儿，下面我就讲。下面的江八条五位后面，我今天已经把一个大概了，这个轮廓也讲出来了。下面具体的呢，路线决定一些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这些东西都可谈可不谈啊。说关键是呢什么？我们领导核心党中央的习近平同志，你就是这个中央级核心领导当中的一个啊带头人，你不得问题不解决啊，太皇上不急太监急有没有用啊？我们的这些叫秘书不秘书，这个大使不大使，名不正言不顺了、啊。我们只是提出一个建议了、啊，给党提出这么建议，小小的声音啊，微不足道啊，甚至来说呢，你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看不见也可以。但是历史上他要记住，凡是我做过的，今年是2022年7月5号，也就是美国独立日的啊第二天，离。8.1建军节还有这个20几天，离93那个抗日战争胜利还有这个一个月，离国庆节还有2个多月，我建了8什么会议，你所有的工作的最重中之重啊最紧迫，就是你有4件事嘛，紧迫的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台湾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你的当务之急，你必定完成的一个责任，你不能完，你完成那个责任。20大你连任，这是顺理成章。就像那个罗斯福连任，为什么在战争期间连任？因为战争之后还要重新建立一个，因为你没有改变啊国家这个体制啊，就是不搞终身制，因为你是在两任连任之内，你现在问题10天，国庆节前你台湾已经解放了，用不到那么多，打下马里乌波尔啊，也就用80天嘛。现在有100多天呢，你台湾问题打不下来吗？啊，以后的建设问题是建设问题，我们过百万雄师过大江，一江胜勇追就破，不可沽名去学霸王。这个时候解决需要解决新的问题的时候，你要重新那一个叫做中华民国3.0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来推举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啊，爱国的。台湾人民一起来推举你为新的国家主席，这个叫名正言顺，否则，
现在自己去把自己封为自己，要搞二十大连任，叫名不正言不顺，心不服事不成。你看着，如果这样子搞，中国非要搞乱了不可。你这样子破，你这个党主席、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自己带头在这一些啊，带头在这破坏这个制度啊，这个问题就这个事小啊，人这个事情不大，但是这个做法来讲，和贪污腐败是没有，是性质是一样的。对不起，谢谢大家。